很多观众都在期待《玉骨遥》这部剧，想看石影和朱颜的故事。不知道看过李易峰和陈玉琪主演的《镜双城》的网友们，有没有注意到隐藏在这部剧中的彩蛋？那就是石影和朱颜的结局。《镜双城》和《玉骨遥》，这是什么梦幻联动？在《镜双城》中看到朱颜和石影的结局，四舍五入，是不是就是在《镜双城》中看到了玉骨遥的结局了？ 很多网友估计都没想到，看《镜双城》竟然能看到朱颜和石影的结局。不过，《镜双城》和《玉骨遥》都是根据苍月小说改编的，《玉骨遥》可以说是《镜双城》的前传吧。在《镜双城》中看到朱颜和石影的结局，确实是给网友们的惊喜。不知道《玉骨遥》会不会对朱颜和石影的结局做改编？关于两人的故事。 还是得期待《玉骨遥》的播出，《玉骨遥》这部剧从开拍之时就备受关注，毕竟有肖战这个顶流当主演，这部剧的关注度和热度自然就不会少，而且这部剧属于仙侠虐恋题材，这个类型的题材还是挺受观众喜爱的，对这部剧的期待值又拔高了不少。《玉骨遥》改编自小说朱颜，原著本身就有不少的书粉，改编成影视剧的《玉骨遥》自然也受到不少书粉的关注，奠定了粉丝基础，《玉骨遥》这部剧。 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花千骨，毕竟两部剧都是仙侠剧，还都是师徒虐恋，而且花千骨这部剧在仙侠剧中的地位目前还是不可撼动的。玉骨遥这些相同的元素，网友们将其和花千骨联系起来也是无可厚非的。从玉骨遥目前发布的预告来看，确实有和花千骨相似的地方，不过只是题材类型方面的相似，不知道玉骨遥在剧情方面会给观众们带来什么新意呢？从目前玉骨遥发布的物料来看。 服化道等制作还是挺不错的，主演肖战也是流量与颜值都在线，就要看剧情能不能得到观众的喜爱与认可了。你期待《玉骨遥》这部剧吗？